那后来我知道您父亲就到了北京，然后呢，后来想办法让您跟外婆也到了北京。那后来外婆呢，就是很快就去世了。但您在北京跟父亲朝夕相处了四年，在北京这样一段时间内，您跟父亲之间的这种交流啊、互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然后您在您看来，他在思想和观念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呢？对，那个我父亲啊，他那个我因为觉得他那个脑力还是很好，所以呢他那个充满了好奇。那么而且他又在监狱里面生活了26年半，所以呢他当然就是对这个26年半到底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充满好奇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在上海嘛，他跟我共同生活的那个一个星期嘛，他也亲眼目睹了就是我们在上海的这种环境，对吧？那么我的那个郊游，我自己在自学，然后阿婆跟我之间的感情，对吧？但是其他兄弟对那个阿婆也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等等，我觉得他对我的印象是比较不错的，总的来说。那么而且呢，这个经过这个一个星期以后，因为他等于一直在观察我这个所有的细节嘛，这个瞒不过他，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间房间，所以就是每天就在一块生活，对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他是非常信任我。好比是举个例子，因为他当时就是在那个全国政协叫文史专员办公室，那么有这个办公室，那么这个工作的性质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是给他们一个头衔，那么他们有可以有一个工资可以发，对吧？有一个社会地位，因为人家一听，哎呦，文史专员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吧？那么但至少是有点身份的，对吧？因为你是属于全国政协的，那么其实呢，我是觉得是他是仿那个历代历朝，就是把那个前朝的一些重要的官员给养起来。那么然后呢，就是让他们来复盘嘛，因为一定是那个前一个皇朝他灭亡的时候，肯定是有一系列的事情嘛，对吧？那么特别是打仗啊，什么好几个战役都有，因为共产党只知道自己是怎么打的，那么具体你们到底当时是怎么一个一个反应的，你去看他们当时是写的大量的这种资料，后来是发在那个温室资料。这个一级一级的几十级，对吧？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工作，那么也是创造一个条件，因为后来那个这些战犯就是生活在一块了，就是不是生活，就是等于工作在一块了，对吧？是，因为每天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无论说好比在淮海战役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马上就有人说这个事儿是我负责的，好比黄维说，哦，这事儿是我负责，我就告诉你当时从我的理解是发生了这个事儿。所以呢大家在那儿凑，就是淮海战役啊，辽沈战役啊，平津战役啊，因为这些人都后来就变成了我父亲的一个同事。那么但是呢，就是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说，这是这个以前的事儿，他心里面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但是这个26年半，对吧？现在放出来以后，你们还在说这是一个文革嘛？因为75年文革还在搞嘛。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对吧？那么他越是好奇，他听到的事情越是令他震惊，对吧？怎么一会儿刘少奇又给揪出来了？一会儿嘛，林彪又出事儿了，对吧？那么林彪出事儿以后不久嘛，后来大家又去围攻这个周恩来了，对吧？哎呀，这个事情一个，那么这个是最最上层。那么当然他也会听到很多。那么我当然并不是很清楚啊。我要跟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兄弟五个人，这个一年一年是怎么过来的？那么也是经过所有的运动呀，对吧？三反五反啊，后来们什么呼风反革命分子啊，后来们反右啊，后来大跃进啊，后来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饥荒，大饥荒以后我们又四清，然后又跟苏联吵起来，那么要批判修正主义，然后呢还不够，然后又爆发了文革，对吧？然后等等，那么我这个事情都要跟他讲，但是呢我跟他讲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
因为当时我已经下乡过来，我跟农民生活的这四年，也四年里面看到那个农民这个无数的悲惨的故事，那么我就告诉我父亲，我说所谓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咋回事，对吧？我说农民是如何的恨这个人民公社。我父亲呢，他有一个好，就是说，所以为什么他后来能够当那个那么长时间啊？他出来以后，当了那个文史专业办公室里面那个所谓学习小组的组长啊，所以大家都是有事情都是要他出面去跟政协谈什么的，那么也是对他很信任嘛，对吧？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尽管自己的口才好得不得了，对吧？能够滔滔不绝，一讲能够讲几个小时，但是他能够听别人啊，有时候听别人几个小时都可以啊，很耐心的。所以呢，我去跟他讲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有点说是补课的影子，就是说我这个二十多年等于是白过了，我就是在监狱里面什么都没看到，要看到的就是你们要灌到我脑子里面，说是如何如何好，外面是莺歌燕舞，每天都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是幸福的不得了，无限的拥护这个毛泽东。那么然后呢，你现在在跟我讲的，对吧？上海的故事，东北农村的故事，然后文革当中的故事，哎呀，他是把他打断了，他从几乎不讲这个，你这个是太反动了，你这个怎么怎么的，他不讲，他最多就是说你是道听途说来的吧，他就证实一下，我说不是啊，我是亲眼目睹的，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有一个可以核实的地方，因为他有那么多同事嘛，对，那么多同事，我跟你说，其中很多人其实是59年就放出来，像那个杜聿明59年就放出来，后来那个59年之后又放了那个五批嘛，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后来在外面受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甚至有的人根本就后来就死掉了嘛，对吧？文革当中因为那个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什么就死掉，就这些人又来跟他讲。哎呀，这个说你那个在里面嘛，也有这个杜聿明，我就是亲耳听到过的。杜聿明说：“哎呀，你在里面嘛也好。”他说：“你就是，不然你像你这样背景那么复杂的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那个活活打死的人有的是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就开始要，那么我不禁要追问什么事，那么他们要跟他讲了。对吧？什么什么人你也认识的啊？当时跟你很要好的，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对吧？或者是自己又发生什么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就反反复复的在核实，有时候又拿我讲的事情去问他的同事，说是听我儿子说，当年还发生过什么什么事儿啊？对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父亲出来以后，首先在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就是毛泽东还没死的时候。他听到的故事都是一个一个很恐怖的故事，对吧？因为那时候你像我大哥二哥也见到他了，才告诉他，这个是他本来那个你像56年写信的只是说叔叔和婶婶都已经死掉了，我们倒反而活下来了，对吧？当时他只能是这么写嘛，如果他是写怎么受到那个共产党的破坏，然后就自杀什么的，那这个信我父亲肯定就看不到了，对吧？那么然后呢，等到他可以跟大哥二哥团聚的时候，那当然要追问了，这是什么，你们小孩都活下来了，他们当时是这么说话，说是大水来了，结果呢婶婶跟那个跟那个叔叔给大水冲走了，那我不信说小孩都反而留下来了，对吧？那个阿婆都问过这个问题，说小孩到大水来了以后小孩留下来了，大人倒反而死掉了，这怎么回事，对吧？因为你想那个按年龄的话，我叔叔当时也就50多一点，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父亲一个一个故事听了以后，我觉得对他的内心一定是震撼的很，所以他又知道就是他那个监狱里面当时洗脑所听到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假的，对吧？那当然了，他那个跟我也讨论过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后来要很久以后我才。有一个办法可以跟他解释，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当时问，他说：“对你讲的这些事情，我相信你不会编出来，因为这个这么恐怖的故事很难编出来的，对吧？而且他反复的在自己的那个战友啊、难友啊那个当中那个核实的话，人家说是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他说那个，但是中国也
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成就了呀，那么什么原子弹啊、核弹啊，什么都氢弹什么都出来了呀，那个人造卫星也上天了呀。他说这个应该说还是这个成就吧，对吧？所以呢，就是他当然也是有一部分，他也在追求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在那个老百姓苦不堪言的同时，又出现这么一些。因为他当时呢是这样的，他们战犯呢，就是每隔几年呢是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参观什么的，所以呢，好比说65年为什么我见到他们，他也看到了万吨水压计，万吨水压计啊，就是像外行啊，如果你看到一个这么奇大无比的一个机器，产生这么大巨大的压力，生产出这么巨大的一个零部件的话，你是会震撼的呀，对不啦？因为这个在40年以前确实他是没看到过，然后呢，他也看到那长江大桥，这个不是假的呀，对不啦？长江大桥是天堑哎，天堑上竟然有一桥飞架了嘛，他当然也觉得哟，这个也是要解释一下的呀，对不啦？所以呢，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断的在那个谈话，对吧？来那个交谈，我觉得他是把我看作是自己，既是自己的儿子，又是一个忘年交一样的，因为从他的人生当中的26年半的一个空白，所以呢，他是不断在吸收，在学习，而且呢，这个还要好的一件事情是，他出来因为很晚嘛，1年半以后毛泽东就死掉了呀，死掉以后，然后就开始揭发这个四人帮，四人帮做的事情嘛，都是毛泽东指挥他们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没有彻底的把毛批掉，但是对毛的很多错误都基本上就否定掉了吧。那么所以才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嘛，就是你像那个所谓什么公私合营，后来嘛又去大力鼓吹那个民营企业家应该站出来，应该发展这个什么私人经济什么的，就这一套嘛。那么人民公社怎么这么好，当时他花了那个几十年的时间洗脑，说是人民公社如何好，结果现在发现人民公社根本就是苦难嘛。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他出来的时间上呢，对他这个迅速的消除这个洗脑的影响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党都在那承认自己错的，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85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美国啊碰到那个美国朋友啊，碰到中国的华侨啊或者美籍华人，他会那么热心的说，哎呀，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很有希望了。我觉得他内心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是承认自己就是49年以后的很多政策是错的，你现在还是回到了三民主义的所要走的那条路，那么跟台湾有什么区别了？台湾就是搞市场经济啊、私有制啊，然后要搞那个法律啊、人身保护啊什么的，那么你现在也是在承认文革对人家迫害是错的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父亲应该那样讲，他开始这个就是觉得自己那个获得了这个自由以后，这个看到共产党在改，他有一段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乐观的态度的。那么他第一次打击那是64嘛，64看到共产党在那儿镇压，然后用那个什么坦克啊、什么机枪啊、什么大量的部队进城镇压老百姓啊什么，那么他是当时是认为这个国民党从来没做过这事，他这个话是讲过的。那国民党，你像他那个看的最多的是，实际上就是抗战以后嘛，一直到那个49年之前嘛，无数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那什么反饥饿啊、反内战啊，这个学生一天到晚在那游行啊，国民党觉得你要游行你游行啊，没有说是要派一个队伍啊，把他们就镇压下去，还要把他们杀掉什么的，没有。64的时候您已经在国外了嘛，是吧？所以您跟您父亲是电话里聊的，通电话的时候他说的。当时呢，我就不知道共产党是不是又发疯了，又要搞什么东西，开始担心他没有安全。所以我就去打电话问他你安全不安全，他说我个人还是安全的。那么然后他就提到他说那个64的事情。刚才提到您父亲当文史专员那一段时间嘛，那您的这个就是在写的文字中呢，是有提到说当时你们跟许多其他的就是国军被俘的将领啊，就是战俘相当于都住在
一个楼或者住在一个区，那包括这个杜聿明啊、沈醉啊等等这些国军将领，他们其实都跟你们日常都有很多来往。能不能稍微讲一讲，就是就您的了解，就是其他的这个国军被俘将领，他们那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您觉得中共在对那样一群人，在洗脑和改造上是成功的吗？不是成功不成功啊，要从好比说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呢，还是中共自己的标准呢，对吧？还是那个从我父亲的角度来看，他自己的标准是吧？这个标准嘛很重要。那么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呢，有几个人他大概他会觉得蛮成功的，因为讲话就非常非常配合。嗯，我甚至认为那个杜聿明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共产党认为是成功的。杜聿明他当时有一句话，共产党就很要听，就是说他说，他说好像是原话，我不一定记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在战场上被打败了，对吧？我们作为国军，我们在战场上被打败了，我们在争夺老百姓的心这个战场上，我们也打败了。那么杜聿明当时。因为是59年就放出来的，对吧？那么然后到81年就去世，所以呢，他那个放出来以后也没活很长时间。那么那段时间呢，就是说因为基本上这个他还是监狱当中的那种洗脑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81年，你像当时刚刚开始对毛泽东开始清算啊。有一个决议，对吧？关于那个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一个决议，里面大量的在提毛的很多错误。那么这个对杜聿明来说就是一个新鲜的事，因为他根本就已经去世了嘛。嗯。那么他当然是会讲这种话，这个话呢，就一直到现在，这共产党最喜欢用的，对吧？那么从共产党来说，哎，至少我有这么一个人，影响很大，对吧？但是他讲了这个话，对吧？那么另外呢，就从那个。沈醉的角度，也许共产党也觉得很成功，因为沈醉后来就变成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看到那个知名的人哦，其实也不一定认识，也不一定跟他有什么交往，就会去突然鞠躬，然后那个我有罪啊，我有罪啊，然后就说，人家就觉得给他弄得莫名其妙，说是怎么了怎么了，这位是谁呀、啊？那么然后大家说这个你还不认识啊，这个就是沈醉啊，就是什么什么的。那么当然这沈醉的人家当然听说过的了。那么说怎么你对不起我了。那么他就说我接到那个这个蒋介石的手令啊，或者是我接到戴笠的手令啊，要暗杀你啊。他说怎么怎么的哎。那么这个大家也不知道真的是假的，对吧？但是他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很那个耸人听闻的，那么被他道歉的这个人们，那么表面上总要感谢他吧，说哎呦那还好啊，你们没有把我杀掉好，不然我现在还不在世界上了等等。但这个谁都不知道，对不对？谁都不知道，因为戴笠们很早就死掉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高的一个地位，那这要以后有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去查有没有这个手令，对吧？但是呢，后来我呢是从这个。这个黄维啊、和那个赵子立，因为这两个人也是住在我们楼里面，也住在楼里面，因为大家楼上楼下。那么他们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呢，是这位校花来告诉我的，是就是住四楼嘛，因为沈醉是住在四楼，黄维住在二楼，赵子立呢他是就是民国政府的时候他是河南省的省长，那么住在二楼，他们两位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三楼，那么楼上楼下当然就有交往，但是呢，大家都躲着那个沈醉，那么然后呢，就背后就讲他的笑话，那个黄维就讲当着我的面就把这个笑话告诉我，说是沈他对沈醉是很恨的，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董一山，对吧？董一山也是释放的比较早。那么他当时在那个监狱里面还打过那个黄维的耳光的，因为黄维他有那个在日记里面大概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觉得好像是在讽刺他，讽刺他以后他就
发怒。另外呢，他一向是非常非常的伪装进步，伪装积极分子，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告密的就去告密。这个呢，在那个《黄继仁》的书里面，也有揭发的，他里面就讲到的，甚至还引用了那个董医生自己讲的话，他说你们都是地位很高啊，或者有诺贝尔奖的那个女婿，因为杜聿明有一个女婿嘛，这个杨振宁是，那么当然是要加分的了。那么从那个共产党的角度，共产党是势力的不得了的，把每个人都在那儿算来算去，掂量，说是有什么统战价值。一看杜聿明这个人，那当然是统战价值高的不得了，对不对？如果把那个杨振宁能够统战回来，那多好，他是搞核物理的，那不得了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个董医生说你们有这些对吧背景啊什么什么，我没有，我只有搞密啊，好像是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个共产党角度来说，那么也有几个人是很成功的，对吧？但是呢，从人道主义，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来说，这个政策是非常残暴无情的。因为我刚刚讲了嘛，20%的人是活活关死掉的，然后呢，那个还有40%左右的人是关了足足26年半，因为这是最后一批的人，就将近40%啊，对吧？那么如果按照国际公约的话，你所有的战犯都应该审判的，而且呢，审判的时候要允许本人或者是找那个律师为自己辩护的，你不能说是你有什么罪就什么罪，你要证明我犯了什么罪，而且这个罪呢跟打仗本身是没关系的，因为军人他当然是以服从为天职嘛，所以打仗的时候肯定是双方的炮火都是有那个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的，你不能是怪一方的，对吧？特别是因为当时的一方是民国政府，他是中央政府啊，你共产党是一个地方叛乱集团，是听命于外国的这个那个俄国政府的这个唆使啊，起来报叛乱，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战犯不审，为什么没法审？因为审了以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的责任是不能追究，然后战争结束以后就结束了呀，他们又没有去破坏那个所谓共产党的战俘啊，或者是平民百姓啊，对吧？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共产党的那个战犯政策和特色政策，我觉得是极其失败。是。我希望以后如果那个中国那个政治上发生的那个某种冲突啊，这个双方再也不要再执行共产党的这种战犯和特色政策了。这是极其不人道的，极其残暴。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您也谈到六四对您父亲的冲击嘛，那您父亲是蛮高寿的啊，他是2000几年去世，2001年去世的。那在他去世之前，在您父亲晚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呢？我自己认为呢，共产党他自己其实一路上就在跟我讲，就是共产党肯定是自己知道自己错了，那个特别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呢，人家要改呢，你总是鼓励人家改嘛，对吧？即使你像六四的时候，他对共产党其实是极为失望，极为极为失望，对不对？那么那段时间就是他就支持我在留在国外，对吧？他就跟那个85年他到美国来的时候跟我讲的话就完全两样。85年的时候他到美国的时候，他也到过我在芝加哥的那个家的，然后就跟我讲那个怎么要学成，一定要回国啊，把那个美国的这种好的经验啊能够带到中国，怎么的，都是跟我讲这个话，非常非常的爱国的。但是那个那段时间他就认为我不应该再回来，那就是他对共产党就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邓小平什么南巡啊，然后又要跟那个西方那个缓和那个矛盾啊，那么然后又说自己又要改革啊，开放啊，要开放的更加大什么的，对吧？然后当时还争取要加入 WTO 啊什么的，然后呢也宣布要接受 WTO 的所有的规则，要向这些规则那个接轨，
对吧？要跟世界接轨。那么我父亲呢，当时是在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去世的。嗯，那他那个脑子还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所以呢，他当时呢觉得，如果这么下去，那么中国慢慢先把那个经济制度把它改掉，对吧？改成一个市场体制。那么市场体制当然要求这个民主宪政的这个体制，才能够使得这个市场体制能够良好的运转，不然它不行的。嗯，你像那个东亚那个其他那个地方，都是后来慢慢就改成了那宪政民主，对吧？那么他认为，中国那么走下去嘛，最后也是宪政民主了呀。嗯，所以他并不认为这个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嗯，那您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是有一点把爱党跟爱国有一点混在一起，或者说他并没有把中共和中国分开？嗯。那个时候应该，我们倒是没有怎么具体讨论这个中共跟那个国家之间应该怎么区分啊。我觉得，没有专门的讨论，但是从概念上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够区分的呀。嗯，因为他那个晚年啊，两个指标啊，一个是他跟那个谢涛，跟那个李锐，慢慢后来走得越来越近。嗯，那么谢涛他鼓吹的就是说共产党要接受议会道路，也就是说他要开放政治舞台，他应该让其他的政党也进入政治舞台。那么他是跟那个谢涛就走得越来越近，那么他就支持这一点。另外呢，李锐呢当然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李锐他是党内的民主派，他就认为党内也应该有民主呀，党内应该分派，分成各种各样的派，那么其中有的派就是要搞民主的，对吧？那么然后呢，就是轮流的在那个可以这个进入那个政治局，然后来决定中国的那个大政方针。那么李锐，所以他对那个搞独裁的那些人，党内的那些人，他一直是很批评的。那么我父亲呢，当时因为我父亲他对政治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在概念上他是没法理解就共产党跟爱国跟爱党有当然他认为是很清楚这两个概念，但是呢当时我们没有在很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走向是看得出来他是对共产党里面的这样的人他感到很亲近，他愿意多来往，这是第一个那个指标。第二个指标他就是跟那个蒋纬国和那个陈立夫啊，就是关系很好，他们常常那个通信的时候，当然是他是意识到对方是民国政府的这个对于一些元老们，对吧？那么然后呢，他们在谈，当然了，我父亲呢，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对那个所谓的就是他的爱国主义呢是比较局限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边界，他那个这方面呢，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跟蒋纬国啊、陈立夫有比较共同语言，他们的书信往来，就看得出来，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所谓的国家的再度统一的问题。所以您现在在整理父亲的遗稿，就您父亲的遗稿中有这些书信是吗？他的遗稿呢是这样的，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的遗稿其实就是写到1949年。哦，那个1949年以后呢，他为什么这个遗稿不能够出版，其实他那个遗稿那个质量还是很好的，因为为什么，第一就是说他那个在那个监狱里面有26年的时间可以反反复的复盘嘛，所以他把很多历史事件就是整理的比较清楚了，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他那个非常反感这个监狱里面26年这个洗脑，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我父亲认为，就是说他没有可能再去把26年半的这个监狱生活把它写出来，而全国政协就是以这个理由说。你为什么一点不写？这个在那个功德林和清城改造的生活，这个话
过的就是很愚蠢很愚蠢的，对吧？那么当然我父亲很不高兴，但是又怎么说呢？对吧？你说不进去跟全国政协去吵，那我父亲说，那你把稿子还给我，那我就不出版，他就拿回来就不出版。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欠了我父亲这么一个，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心愿要实现，对吧？我作为他儿子应该帮助他实现。所以您在您整理父亲的遗稿，就是会往里面加四九年以后或者七五年以后的东西，或者您父亲的一些书信吗？这个信件什么的呢？因为比较散，比较散，所以呢，我现在也没有那个有那个比较多的那个资料啊。就是现在我还在写的一篇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跟他的互动。另外呢，这个互动不止这四年，这个四年呢是我在北京跟他共同生活这个四年，对吧？是，从七五年到七九年，但是后来呢跟他有无数的那个来往嘛，即使整个八十年代我跟他也有通电话，也有通书信，对吧？另外他也到我那个芝加哥的家什么的，大家都有事等等。那么另外九十年代以后更不要说了，因为我每年都回去，有时候都会住个两三个月，对吧？其中有的我如果到了北京，我一般就住在他家里边。那么有他就是有这个通宵要跟我讲很多话，对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互动就比较多，所以呢我会把我跟他的互动，然后他的很多想法会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个呢等于是补充了他那个就是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的那段时间的生活，对吧？而且他那个所思所想，他的那个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对吧？等等，那么一直写到他那个去世迁徙，对吧？我都是见到他的，跟着，甚至他那个去世之前那几天，我还从美国赶到了那个北京嘛，去到他的病房去看他的嘛，他也跟我讲了一些话什么的，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呢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呢，就是说这部分东西呢由我来写，对吧？但是呢是有一些涉及到我父亲的本人的那个思想和认识。那您觉得您想整理这部分的内容，您希望就是给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或者您希望给读者什么样的收获呢？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就是第一呢，这是一个世纪老人，就是这么一个世纪老人，而又参与了这个世纪当中的那么多的那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吧？然后呢，本人又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对吧？记忆力非常非常那个准确的这么一个老人，那么我觉得呢是蛮有意义的。那么第二呢，他带到他身上呢，我觉得反映出了中国在过去这一个整个一个世纪当中，那个这个追求，你看他那个一开始是在追求那个宪政民主嘛，对吧？然后呢，从宪政民主，然后又慢慢怎么会进入了一条邪路，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的这个邪路里边去了。我父亲也是代表了其中的那些人。其实呢，从我父亲本身来说，他并不一开始知道这是一个邪路，因为他是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符合他的那当时的那个这个理念。因为第一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国的一个人，五四前后以及我父亲到黄埔军校的那段时间，我父亲当时我觉得他是怀着一个很纯洁的心啊。那么那时候他才20岁嘛。20岁，他那个阅历也不高，那么然后呢，他就后来就慢慢，这个都要我要把它写出来的，就是他的心路历程，怎么从共产党又转变成又回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那边，对吧？那么然后后来又怎么去参加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以后呢，又怎么去参加了内战，对吧？内战之前他还参加了所谓帮那个陈前去竞选副总统的这么一个竞选活动，所以他又去，又就主动退出军统，又变成了那个宪政民主的一个拥护者，所以他的一生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他跟蒋经国也有很多的交往，对吧？他说起来是蒋经国的老师哦，其实我觉得蒋经国
身上还学到很多东西。两次，就是一次就是等于1937年的时候，蒋经国刚刚从那个苏联被那个斯大林放回来，那么从一直到那个七七事变，对吧？七七事变也是这个1937年的事儿，那好几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个我父亲后来阴错阳差的就变成了蒋经国的老师。嗯，为什么？因为蒋经国离开中国的时候是中国大革命的时代，那是那个1927年大革命轰轰烈烈，对吧？而且当时是这个跟苏联是比较友好的，对吧？才会想到要把蒋经国送到那个俄国去嘛，去学习苏联的什么经验什么的。等到1937年回来的时候，那个国民党跟那个俄国都已经关系已经破裂了。对吧？那么然后的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的改变，当时的朋友已经变成敌人，当时的敌人也许现在是好朋友。蒋经国为什么会需要一个老师呢？就是因为蒋介石害怕这么一个儿子，当时就是已经有点左倾的嘛，跑到老师去，然后时间以后回来以后，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少年的时代的朋友、邻居什么，都会去包围他的呀。那你就不知道这个人的现在的政治面目是怎么一个面目？现在国家的那个最是这样子的。第一，蒋介石和戴笠啊什么等人，一定是对我父亲很放心。所以说我父亲当时已经完成了心路历程的变化，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害性。才会放心说哦，那你去做他的，对吧？你是过来人。那么第二呢，也说明就是说那个蒋我父亲啊，他肯定会有好奇心，说你是真的在苏联生活了10年呀。虽然我现在从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这种主义实际上是很有危害性的，对吧？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具体在那生活当中你看到的什么东西啊？那蒋经国肯定讲的呀。说反啊，什么那个什么人说失踪就失踪了，说枪毙掉就枪毙掉了，对不对？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个斯大林那段那个所谓说反时期，那个蒋经国就是因为说反嘛，后来被打成那个托派了嘛。哦，然后托派到那个西伯利亚去来了，像等于像流放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他是互相影响的这一点，所以更加使得我父亲认识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是在苏联生活过10年的一个人回来，他对苏联这个制度是这么形容的，对吧？那么到那个1945年以后，我父亲是奉命要去接收东北的，根本就进不去，就是苏联红军在那儿就是拦着，然后呢又让那个这个共产党进去，所以第一个关就是山海关嘛，山海关苏联就把他放给那个林彪嘛，然后又把那个关东军的最精良的武器全都给那个林彪，所以现在共产党说是什么小米加步枪啊，我们打败了那个蒋介石的美式装备啊什么的，这个完全是谎言。那个当时这个就是山海关的战争是这个其现代化的程度，其用的双方用的兵力之规模，他们说是超过了那个抗日战争当中的很多那个大的战役啊。所以呢，觉得我父亲后来总算可以进入东北以后。那他目睹的也是那个红军的那个烧杀掠抢啊，然后那个虐待那个当地那个平民百姓啊，那个然后那个抢夺那个东北的很多财产啊，很多东西都搬迁到那个苏联去了。他看了以后，这个我父亲后来在那个淮海战役那个日记里面就提到这个东北，他就是第二次918啊，第一次918就是东北沦丧了嘛，沦丧给日本主义了嘛，那你现在又沦丧给那个。苏联对，所以呢，他当时是就是有这个认识。那么我现在又回过来，就是我觉得我父亲他参与了那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整个一个100年当中的很多无数的事情。那么他又是一个热血青年，然后他又上过当，上过共产主义的当，然后他最后慢慢能够脱出这种邪教，我认为是一种邪教。那么然后呢又认识到中国真正应该是走一个什么道路，归纳起来就无非也就是市场化，对吧？和宪政民主，这个是政治和经济。那么所以他会
对那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的那个起劲啊，他非常起劲的，他认为这个就对了，是，哎，他就对了。那么然后呢，又去跟那个党内的那些搞那个宪政民主的那些人走得那么近，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就看得出他那个倾向性。真的就是说，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希望您能够早日整理出这个不同的稿，您父亲的遗稿和您自己的这个书啊，那我们是非常期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文教授再次来啊，跟我们又详述了一下这后面的许许多多的人和故事，听上去非常有感慨。感谢您，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会觉得非常有收获的。谢谢方征女士啊，再次采访我，那个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好，谢谢文教授啊。